新闻工作者协会同澳门大学合办《澳门研究导论》课程，期望透过培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水平。培训课程涵盖本澳经济、文化、政治、法律等多个范畴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余建栋话：，新闻工作者日常工作繁重，加上面对现时复杂的社会形势，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，期望学员透过课程提升自身专业水平。咁希望大家咧喺呢个嚟紧嘅过程里边咧，俾心机啲啊，利用呢个机会咧，增进自己嘅学识，增进自己个专业嗰个水平。咁希望大家咧学业有成，喺呢个新闻工作上边咧，能够贡献多一份专业嘅力量。课程共有20人参与，参与学员喺完成45个课时嘅课程，并通过考核之后，将获颁证书。澳门电视台记者谢佩报道。